先给我赶快走吧，你要唱歌的话到那边山上去唱，神经病才在这里唱歌呢。我不同意这位小姐的讲法，在这里唱歌不一定都是神经病的，我叫做酱爆，我从来没有放弃成为一个伟大的作曲家的理想。刚才听到这位阿生唱的歌，热情奔放，创意无限。多谢。不要客气，燃点起我酱爆心中的一团火。我酱爆感觉到在这个 moment 要爆了。哆哆西哆西嗦啦咪咪嗦啦瑞西哆哆西哆瑞西嗦哆西啦哆西啦哆西啦哆哆西哆西嗦。我朱玉老和尚不想成为一个伟大的舞蹈家。哆西哆瑞西嗦啦咪咪咪啦嗦咪瑞哆瑞咪啦。谢谢。